大家，我们今天来到了大雅的观光夜市。六一是一个大雅人，但他不常来。对，很少。对，他很少来这里，而且就连我呢，很爱逛夜市的这种人，好像也来不到五次吧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今天的名单是我朋友很喜欢逛夜市，他来大雅会来吃的东西。还有参考一些影片上的留言。那我今天会吃到什么呢？我也觉得很好奇，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吃。不好吃，我真的直接讲哦。你有那么凶吗？有啊。那我们现在第一间要去哪里啊？就看到哪一间就先去哪一间喽。好吧，那我们从那里过去吗？好啊。好，走吧。我要小份加蛋。好，那可以收30块。好。他说大概20分钟再回来拿，所以我们先去下一家。你点太久了吧？会吗？20分钟很久吧？哦，你说也坐太久是吗？就是要等很久了。哦，对啊。可是我听说他好像本来就要等那么久。对啊，这家很好吃，我家会来吃的就是这家，一定会吃的。我们现在要去找一家排骨酥。你在看什么？没有，在看玉米耶。我以前没看过那家，看起来很好吃。我们都吃门口的，不然我们要来吃看这家。好啊。我们先去找排骨酥，我刚好看到，好像在前面。好，不用太急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去，谢谢。我们现在先去旁边吃吗？好啊，还是你就边走边吃？边走边吃。惨了，看起来很难吃。因为我一口咬下去是骨头，我以为它是没有骨头的啦，那应该是精米花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那个排骨软，我们去屏东吃的那个。嗯，对。还难啦。对，这是我第一次买这个来吃哎，因为我觉得它很像一份要100块，稍微有点。超级贵嘞，它没有小份的，它是中份就要100块了。对啊。然后再就是150、200这样上去。嗯，我是觉得吃起来不会很油啦，还可以，一般般。你也要我？我觉得蛮好吃的。对啊，嗯，不油是重点，然后它的肉还蛮嫩的啦。100块的话，我会考虑一下。我也是。我们的玉米到了。我想要一份，一只，黑胡椒。在等的同时，我再来继续品尝我的排骨酥。我刚刚说的难吃啊，不是说这东西很难吃，是方法很难吃啦。嗯，要解释一下。因为有个那个骨头。对，我怕被误会。它是好吃，很好吃，就是它的那个方法有骨头啦。它的味道我觉得还蛮古早味的。嗯，这家已经在大雅开了超级久。这家是很有名吗？我记得还蛮有名的。是哦。嗯，只是我们比较少来买而已。而且我刚刚看它在预备的那个预热盘上面没有很多，就是它不会像我们之前去吃一样，就是干掉或冷掉。对，它里面是有一点 juicy 的。对，如果预算够的话，是蛮推荐的。100块大概这么大小，我的手掌吧。嗯，大家就自己评估一下，不过是好吃的啦。对。因为现在不知道玉米要等多久，那我们就先回去拿那个葱油饼。像这里等，然后我们就去那边拿，那边等不就回来这边拿？对呀。所以我们等一下拿完再回来等玉米。好。等一下可以帮我装这盒子吗？谢谢。我决定我要再去买那个烤肉了。刚刚想一下，发现买一下好了。好啊，毕竟你很喜欢吃烤肉，不是吗？上次没有豆干，那我这次换米血。因为这家是人家观众说这家很好吃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家，不过他说是这一排啊，但是只有这家有开。要等很久吗？不用，好，谢谢。3到5分钟。好，3到5分钟就好了。那我们现在来吃刚的葱油饼好了，然后玉米最后再去拿。我们发现我们欠很多食材。好，这是我们刚买的葱油饼啊，吃一下。因为我们其实怎么了？你的眉毛看起来像是那个宽羽眉。粘在一起了吗？对。很热。我觉得。吃起来有点像那个转角那间，然后你有加小辣对不对？不会辣，它的辣酱感觉是很绵的辣酱，酱油很好吃，但是它的蛋，反正就是有一个东西是粘在一起的，然后它的皮是酥的那种。这样的话是40块的样子。但好像蛮便宜的，不过要等很久就对了。30才可以跟正。我猜你一定没有声音啦。六一刚说的是30块啦。嗯，很香啊。接下来轮我啦。我想更正一下。我觉得它好像比角落的还要好吃。真假？有这么厉害吗？我自己觉得啦。好，来你们看，上面布满满满的白芝麻，还有酱料，还有蛋。那家就是你说你们家族来一定会买的那家吗？嗯，它就是吃起来很有层次的葱油饼，它的那个饼皮是一层的。嗯。然后再加上它的蛋，因为它蛋会煎得恰恰，所以它本身的蛋的滑润之外，还有恰恰的那个。
口感。哦。还有芝麻一颗一颗的，是不是很有层次？有一点，好像越来越会讲哎。对。重点是它刚才有甩油。对，还有那个脱油机让你甩甩甩，所以吃起来呢不会很油腻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呢比那个转角的那个再稍微淡一点点。那我觉得这件比较重哎。是吗？对啊，我觉得这个的那个蒜蓉酱味道比较没有那么重。是啊、哦，因为大雅的那个吃完的话，嘴巴都会满满的那个蒜蓉酱的味道。哦，嗯，我觉得这间跟那间不分轩轾。第一家是一个葱油饼，它在我们上次吃那个无名炸鸡隔壁。先不要吃饭、啊，我们的玉米要凉掉了啦。哦、我想说我要直接吃下去。好吧，你先吃，我让你吃一个。好啊。它很香哎，闻起来是很好吃的味道哎。试一下看会不会比上峰的还要猛。动了啊！还不错哎。哎，我觉得可以哎。它的粉是干的，就是我们一直要求的那种。嗯。百叶小 Q。它的百叶好像比那个我们上次去拍的好几家都好吃哎。对啊对啊。好强哦。它的粉很甜哎、欸，这家是网友推荐的，谢谢你网友。它这里没有卖那个猪肉包菜，我们就直接买它的猪肉片，然后有中间有那个菜的。它的酱真的很推耶、欸。嗯。所以我们就这样吃起来。对啊，直接吃完吧。好吃，真的没什么好说的。现在六一手上拿就是身为一个烧烤大师最应该注意的东西，就是米血。给过，太 Q 了，是不是有点厉害？不会硬，它的米血不会很硬，是很 Q 的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像米血里面有汁的样子，对不对？厉害耶！这家是这个，在这边，蒸烤肉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在这里，好吃好吃，我们要去办正事了，好，糖玉米，哎、欸，这家可以买哦，可以可以，先把它关起来，谢谢，好，叫你关起来了，好吃。他就这样站在原地不动了。谢谢。啊、谢谢。耶、yeah, ，我的玉米仔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呢还不能吃。啊。要去仙草店吃仙草，然后我们再吃。我可以先吃。啊，算了算了，吃吃吃吃。它很香哎。怎样，好吃吗？它的玉米会喷汁哎。太扯了啦，我吓到哎、欸！请问你今天收了大雅夜市多少钱？我很想当大雅夜市大雅的观光大使。你很身为大雅人为荣吗？真的非常为荣哎！那今天吃到的东西都是很好吃哎、欸！你看，干嘛？为什么脸？它玉米超甜。因为我们原本呢，都是吃门口那家，嗯，我觉得门口那家真好吃的，但是其实这家也不赖耶，好像更好吃一点。缺点就是你要走进来才能吃啊，那门口那个我都骑机车在外面停，停着我就买了。对，但是一样黑胡椒都很辣，两家的黑胡椒都超辣的。黑胡椒都很香，很辣。它就是那种加粉的，不是刷酱。而且我知道你那个喷水什么感觉了，知道哈，很像是玉米水的感觉，啊、好怪哦、喔。而且我没有挑什么，我要软的还是硬的？嗯，好吃。好吃哈，一直只要40块。可以。那种连锁的不一直都不是都要100多吗？对啊，哦，这个好吃哎，但是我下次绝对不要加黑胡椒，我一定要吃原味，超级辣的。这次送给你了。太好了，计谋达成。太过分了。走吧，我们现在吃那个仙草，在前面。好，看看。啊，没有啦。靠鸭舌胡椒。我们现在吃的这间呢是点的招牌二，我觉得它应该会被六一喜欢，因为它是冰沙。它不是冰沙。哦，它是一块的是吗？对。那才能是不是 GG 了？它是有点像叉冰，中间那个叉不掉。我刚喝了一口它的汤头。汤头是蛮好喝的。嗯，好甜哦，好奶味哦，是吗？它还有再另外再附那个奶油球。嗯。我觉得它的那个藕泥啊，好 Q 哦，像它的珍珠。嗯，那我们后来吃这间是因为六一的同学哦，你是你朋友吗？对啊，他说这家好吃啊，我们来试试看，而且刚好要首播了。我朋友叫拔辣，拔辣嗨，其实我都很嫩哎，哦，一丝一丝一丝的。是因为拔辣说你才这样说吗？不是，拔辣如果介绍不好吃的，我另下爆他。嗯，好，总结下啦。好，我们今天第一家来的是那个葱油饼嘛，就是第一次买的。哦，对，我们以先买的顺序。好，在我心目中好像有点超过转角哎。真的、哦？嗯，我自己觉得，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先买到直接拿的，
哦，热热的。但转角也是啊。转角的那家上次你好像买有买到，他已经做好了。哦。所以比较没有那么好吃。但还是很好吃、啊。反正重点都是要趁热吃。对。嗯。排骨酥的话，我觉得如果是我以后会来的话，可能不会买。因为它太贵了，嗯，但是口味是好吃的，是我自己的能力有限。如果你的预算有够的话，就是可以买，不然就是买一袋跟大家一起分。对，它是很好吃的，就是我自己买不起。太可怜了吧，才100块哎，哥。就是它可以做更多事情。好。下一个是什么？烤肉吗？对，还是玉米啊？烤肉好了啦，随便啦。那种烤肉绝对是必买的。哦，真的。我觉得它的好吃程度，比起我们上次拍的那个中秋，它已经算是数一数二的，很猛的了。对，很猛的，真的。我们那时候居然没有来大雅夜市，那时候夜市没开。哦，也是。我有查到这间，因为观众有推荐。嗯。所以我觉得那间店真的是真心推荐，好吃。然后第四间就是那个玉米啦。嗯。玉米的话，我是觉得很辣，我的感受就是很辣。嗯。那六月的感受可能比较多，因为我的那个味觉都被辣盖过去了。我没有吃过那么有水分的玉米，很扯哎。你的评价很高吗？对啊，因为我咬下去，我可能是不小心把那个玉米咬一半，所以它的那个玉米粒就爆开，所以它整个那个汁啊都喷到我牙齿上面。其实我们本身呢，嗯，很常在大雅买烤玉米。哦，对。我们去的地方，要么就是。那个国小对面有一个餐车，要么就是大夜市的门口。对，这家是我们第一次买，以后你会愿意为了它走进来吗？可以，可以。而且我竟然发现大夜市有那么多好吃的，对，可以特别进来逛逛。对，不然我以前想说大夜市哦，去那里干嘛？就是太熟悉，反而忽略它了。对，真的哎。嗯，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仙草冰了。对，我先说态度超好，真的对，态度超好。那刚刚那椅子上有个垃圾，然后店员还特别走过来帮我们把它清掉。嗯。然后还帮我们把冰端到这里，我觉得这个就很值得鼓励了。对，因为我手上都是东西。对。然后就说我帮你拿好了。然后它的珍珠和藕衣都是很 Q， 仙草是很嫩的。对，就是蛮好吃的。对。感觉就是逛夜市逛累也可以来这里坐一下，重点是内用区啦。嗯。好，那大致上总结到这边。好。等一下去买东山鸭头，马上去给大家吃。那东山鸭头的话，我就。没有办法说，嗯，那就是先这样，不然就幕后花絮啊。好，我们就如果有拍就幕后花絮啊，不然我们等一下偷吃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等一下去买，先吃，等一下一起看首播。好。